唱一下哈。I can't stop loving you 哈，这首歌翻译中文叫做呢，我不能怎样停止爱你哈，我不能停止爱你。I can't stop loving you， 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哦，好像是这个华尔兹的节奏哈，华尔兹。
让我们带来一首同样的好听的 Wonderful Tonight。大家好，这首呢，这个我昨天啊、哦，这个特别有听到我车上呢放了这首歌哈、哦，来自这个 Babyface 所翻唱的版本哈、哦，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哈、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来带来其他的是这个中文的歌曲哈、哦，带来几首中文的，等一下也会有台语的。那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呢准备演唱曲，然后我准备演唱的有我今天练的一首台语哈、哦，还有练的一首英文的。然后也练了一首中文的，所以等一下也来跟大家用演唱的分享，因为有些朋友呢说建议我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转行叫我去唱歌就好了，又要卖底价本啊，啊我，你说这样就打击我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吹那么久，啊叫我转行，啊我唱歌不是专门的老师啦，但是呢最近就比较常自己在那边练啊，就像唱 KTV， 有时候洗澡的时候也会练一下，所以呢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几首呢。用演唱的歌曲哈，那接着来一首呢，比较轻快一点，叫做《爱像什么》，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